一名士兵裸着上身，竟然直接在寝室里面喝酒，还拿起扫把狂敲地板。就像是在演八家将过程中还不断飙粗口，寝室里面另外两名士兵还拿起手机拍照录影，桌上堆满喝过的啤酒跟垃圾。寝室看起来非常混乱，毫无纪律可言。他们玩闹之后，竟然把荒唐影片上传脸书。原来这是左营海军基地的海军反潜航空大队，其中702作战队一支分队到花莲出任务，三名志愿役竟然在寝室饮酒作乐。确实有这件事情，大概在他们的寝室里面喝了酒，喝了酒以后，他们就就把他们那个嬉笑的那个影片就拍了以后就上传到他的那个。左营海军证实，三名士兵违反不能携带酒类入营门禁规定与治安规定，已经先回左营静候调查，海军也强调会严厉处分。国军丑闻连环报，看来国防部这下子又要头痛了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